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吴怡玲。荷历节是印度人及印度教徒的重要节日，也是印度的传统新年。不过，位在北印度的寡妇村，传统上是不被允许沉浸欢乐气氛的。今年主办单位打破传统，向全印度3400万寡妇传达，人人都可以享受春天气息，带领寡妇们玩荷历，让他们互相涂抹抛洒彩粉，表示祝福，也庆祝春天到来。五彩缤纷的彩粉和色彩鲜艳的花瓣不断从空中洒落，数十名满头华发、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互相泼洒彩粉，跟着歌声手舞足蹈，玩得好开心。为了庆祝印度教重要节日荷历节的到来，非政府组织在北印度寡妇村举办玩荷历活动。主办单位负责人巴扎克表示，传统印度寡妇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只能穿着素服，不能唱歌跳舞，连咖喱和洋葱都不能吃。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打破不合理的传统。Not allowe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any celebration like the Holi, Deepavali, any function. And when some function is there, like marriage in their family.That not allowed to be present there. It is supposed to be in auspices. And that continued centuries and centuries, decades and decades, more than 5,000 years. 这位11岁完成童婚、17岁就守寡至今的102岁仁瑞老奶奶开心地表示，这辈子直到100岁才知道人生是彩色的，终于有机会玩荷历。वो तो होली खेलने नहीं दिया, तो होली कैसे खा? वो चला जाए जहाँ से नहीं होली खेला। ये बाबा के साथ ये 3 साल यहाँ पर ये होली खेलती है, खूब आनंद होता है, खूब खुशी हुआ, खूब आनंद होता है, सब परिवार ले के खेलता है, खूब आनंद हुआ। ये होली आनंद हमारे बहुत बढ़िया लगी, एक तक 5 आश्रम का माँ एक संग मिल के हम लोग 3 साल तक बिंदे पाठक जी हमको आनंद दे रही, खुशी कर रही, इसीलिए हम लोग खूब खुश है, बहुत बढ़िया है।荷历节是印度教仅次于灯节的重要节日，民众会互相泼洒彩色粉末或有颜色的水，象征庆祝春天的到来。装设记者何鸿儒，摩托拉线报道。鼓声伴随着锣声，震出紧张的气氛。这是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春季公演中的曲目《对决》，委托台湾知名作曲家赖德和创作，首次在记者会上曝光。各种一小片段里面来讲，我从第一次听就非常震撼，就它各种的变化，它的可能性，让我觉得真的是赖老师的功力真是很精彩啊。对决作品的创作动机来自于去年不安宁的氛围，十位团员边演奏边走位，以鼓类乐器为主，锣群为辅，演奏家们或三群穿梭交织，或两相扣，让演出画面产生互动感。赖德和希望透过音乐对决化解决斗气氛，带给人和平的感觉。那其实在曲名上面，虽然它不是一个真的戏剧化的音乐，可是它在很多的音乐语法上感觉就已经有那个互相对峙，那种互相尬鼓的感觉了。两个人彼此的对话，那从可能彼此的互相不认同，到后来好像达到某种默契，然后玩了起来，然后再相融在一起，然后一起迈向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未来这样子。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春季音乐会将从15号起在北中南巡演，一口气献上3首世界首演。特别邀请海内外知名作曲家量身定作，要来震撼观众的听觉与视觉。中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全球最具规模的旅游展 ITB 旅展热闹在德国柏林登场，今年共有180多国、11000多家旅游业者参展，规模盛大。我国观光局驻法兰克福办事处主任王宗盛表示，近年来欧洲媒体频频介绍台湾的旅游特色，去年访台欧洲游客人数更较前年大幅成长18%。
这两三年我们的努力就是广邀欧洲地区的旅游媒体及旅游的业者，那到台湾去做一些观光报道，还有做一些fan trip 的旅游，让他们更认识台湾。那借由这两三年的一个努力，已经布局的非常成功，在欧洲已经打下非常强的知名度。台湾展馆的电视墙上播放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和节庆活动，另外邀请书法老师以毛笔勾勒人像素描，让金发碧眼的参展民众感到非常新奇，成为一大卖点。身为德国国会友台小组成员的国会议员布瑞米格及曾经访问台湾的克德申议员，都对台湾的山光水色印象深刻，力推宝岛观光不遗余力。Also mein Besuch in Taiwan war für mich sehr erlebnisreich. Eine wunderschöne Insel, eine tolle Infrastruktur und vor allen Dingen ganz, ganz freundliche Menschen, die ich dort erleben. Freue ich mich, dass ich auch zur IDB im Jahre 2015 hier auf dem wundervollen Stand des taiwanesischen Tourismus sein darf. Mich verbindet ja auch als Abgeordneter des Bundestages eine Menge mit Taiwan. Ich bin auch in der Freundschaftsgruppe.Und nutze natürlich jede Gelegenheit, um Werbung für diese wunderschöne Insel in Asien zu machen. 旅展主办单位指出，欧洲是世界重要的旅游市场，因此柏林旅展每年都吸引全球旅游业者来拓展观光形象。装设记者玲玲，柏林报道。机场出境大厅，台湾电音三太子大秀舞蹈，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交通部观光局与洛杉矶国际机场合作，透过机场著名的时光塔播放宝岛风光，让经过的旅客都能看见。我们为了要能够推动我们的观光，那也希望能够增加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人员的交流，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特别刚装修完成的国际航站里面，他们有一个新的设计，就是这叫时光塔，这样子一个新的设计，我们这边能够播放我们介绍台湾观光的影片。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着机会能够邀请他们能够到台湾来旅游。全球第六大的洛杉矶国际机场也是美国通往亚洲的主要机场，去年旅客将近7000万人次。台湾六大主题的观光影片也将在时光塔连续播放一个月，希望吸引旅客来台观光。Come to see Taiwan as well, because it's a country that's not very well advertised.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Singapore or the other places, but you don't really hear a lot from Taiwan. So it's really good that you're promoting.现场除了安排电音三太子以及原住民舞蹈演出，也发放象征羊年的小提灯，让来往旅客能提升对台湾的兴趣，成功行销台湾旅游。中央社记者吴协昌，洛杉矶报道。中央社国际新闻，中央社记者贾佳楠为您泰国曼谷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伦敦东区举行的绿建筑展，将近90个国家、800家企业，包括有11家台湾厂商一同参展。台湾厂商生产建筑应用的太阳能玻璃，针对产品的多样性及建筑师与设计师的客制化需求，开发产品在欧洲市场都有亮眼的成绩。因为这个绿建筑展，就我们接触以来，这参观的访客都相当的专业，而且以建筑师、设计师居多，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切入英国的建筑相关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近年来英国政府鼓励建筑节能，太阳能在建筑上的应用市场，业者也相当看好。另外，以氢燃料电池系统商品第4度参加绿建筑展的台湾厂商，将厨电回收的概念取代污染严重的传统柴油发电机，并与家用结合做备用电力及不断电系统。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发电机，那也是一个除氢系统，也会跟所谓的太阳能板或是风力发电厂去做一个结合。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氢燃料电池去储存多余的电力。透过展览机会，台湾厂商展出节能环保产品，希望能借此推动欧洲市场开发。中央社记者黄珍珍伦敦报道。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近年来全球饱受地震、洪水、干旱等天灾侵袭，造成经济损失大幅上升。联合国14号将在日本仙台举行世界减灾会议，
包括各国领袖在内，预估8000人参加，讨论如何增加投资，寻找抗灾的解决之道。更多后续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吴怡琳，我们再会。